我是这条跑道的保姆兼营养师，希望世界各地的靓马都想来我们这里作赛，令到我们这个舞台会有越来越多的王者。我是 Kiki， 我是草地跑道高级经理。我哋日常嘅工作都系会以草地保养为主啦，咁我哋会巡查下跑道，睇下有需要嘅地方去做一啲修补草皮嘅工作、淋水，亦都会拎一啲嘅样板入去实验室嗰度去睇下泥土嘅质素，做一啲简单嘅测试。咁喺呢十几年入边咧，我遇过最大嘅挑战就系啱啱过咗去嘅三四五月嘅困难天气啦。嗰陣時因為天氣對草地的生長不理想，所以我哋團隊都要努力克服啦。咁記得當時每個星期依然係有賽事要如常咁樣進行嘅。咁我哋為咗確保賽道真係安全，咁所以我哋每個同事都每一日都加班啦。咁我哋連續追咗成三個禮拜，密羅緊箍咁樣種草，先至可以令到每一次嘅賽事都係安全咁樣進行。自從做了呢份工之後咧，其實都有滿滿的成功感嘅。咁啊，因為我哋嘅跑道可謂係世界級，咁要做到呢一樣嘢，真係全個團隊一起去俾心機做，先至會做得到。咁我哋每一日日曬雨淋咁樣工作啦，其實都係帶住使命咁樣去做好條跑道，而且同大自然一起咁樣去工作嘅話，會好感受到我哋人類嘅渺小。但係同時間咧，見到啲草生得咁茁壯嘅話咧，我哋都會感受到大自然嘅生命力，所以其實都係好開心嘅。